可以和男朋友窝在家里享受的小零食，酥脆可口的小酥肉。下班回家有对象就让他做吧，没有对象的话赶紧去找呀。做出来的小酥肉酥酥脆脆的，特别可口。边吃着小零食，喝着气泡饮料，和男朋友在家看电视，再也不用羡慕别人啦。